婴儿抽捧花，来有请我们的伴娘们帮我们的捧花准备来到舞台上。好，来，象征幸福传承的捧花，我们交给美丽的新娘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阶段，我们首先来抽捧花。那么抽中捧花呢，我们的闺中密友，我们的期许就是你能够成为下一位最幸福的新娘子。那么我手上有一份名单哦，这都是我们新娘子雅婷闺中密友。那么美女们，如果唱到您的大名，麻烦你赶快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哦。好的，首先有请徐雅君小姐，以及杨庭轩小姐，以及徐雅竹小姐，以及杨怡轩小姐，还有就是陈小玲小姐，以及郑燕文小姐，请上台，谢谢。来，恐龙们，我们到旁边一点哦，让美女靠近我们的才子佳人。哇，这两只恐龙，这个莫大，小公猪有莫大。我摸看看是硬的还是软的，明明就软的，你为什么那么沉重？来，好，在我们新娘子的手上哦，象征着幸福传承的捧花啊，总共我的手上有六位美女，来，美女们都来到新人的身旁，一边三位，啊，阿刚这边还可以三位，你到中间呢、啊？你到中间，对对对，你要协助老婆大人哈、哦。好，这边三位，好，以我们的新人为中心哦，以新人为中心，美女们，我们成一个 V 字形的状态。啊，来，来，再出来一点。好，我们成一个 V 字形状态。好，在我们新娘子的手上呢，有缎带。请这六位美女，我们各自选择一条你喜欢的缎带。好，请选择。好，先轻轻的握在手上哦，美女们温柔一点哦，温柔一点。好，那么美女们都各自选择了一条她们喜欢的缎带哦。恐龙，恐龙，你们也稍安勿躁，我不会忘记你们的福利哦。等一下抽中捧花的这一位可以获得恐龙大大的拥抱，还有恐龙的香吻，你们要吗？想吗？想哦，他说想，哎，恐龙开口讲话了，想啊。好，来，美女们准备好了，等一下的大礼等着你们来收哦。好，列吉回来啊、哦，哎，姐姐有替你着想哦。哎，好，来，准备了，美女。好，我数到三，我们就一起来拉彩带哦。好的，一、二、三，请拉彩带。好的，来，冠军已经产生，哇，你的福利来了，美女。来，请问大名啊？哦，燕文，燕文。其他的美女先留在舞台上哦，我们一样有准备精致小礼物要送你们。来，燕文，还有才子佳人，往前一点。好，往前一点，美女们，你们稍后一下哦。燕文，来来，跟他头前的伙伴画表力，来麦香，我们前面一点，来来，好好来。那么我们燕文已经亲手呢收下了传承的捧花，那么这是象征着一个幸福的传承。请问燕文，你有男朋友吗？男朋友今天有来吗？男朋友，男朋友在哪里？叫什么名字？红文是不是？啊，那你可能今仔好吧？啊，当真名花有主啊！啊，我无法度，这无法度啦吼。那你今天可以哇，松了一口气，不用得到恐龙的亲吻跟拥抱，因为有男朋友啊，有大伙来啊。来，男朋友请上台。来来来来，哦，帅帅帅，哇，果然是帅哥一位哦。来来来来，燕文这是男朋友没错哈、哦。好的，来来，哇，这个帅哥也蛮眼熟的，我经常都有看到哦。来，帅气的男朋友，这个身边是女朋友没错哈、哦。那你知道抽中捧花接下来要做什么吗？知道了啊、哦。那你想承认吗？用点头代表一切，怕起了头啊，高磊姐姐，我挡不害羞。我们等着你们成为下一对最幸福的新人哦，好不好？哇，太棒了哦！我们这一位帅气的帅哥点头了，燕文，好幸福哦！今天参加喜宴又获得了最棒的礼物哦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边也要
祝福燕文还有这位帅哥，也要赶快赶快来成家立业哦。好，那么我们准备的精致礼物送给我们所有的闺蜜们，你有没有？来，你拿，那你来帮我啊，让大家每人一份哦。好，我们舞台上面的美女们，我们大家都有一份哦。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新娘子的闺中密友们，谢谢你们今天特地来到现场，祝福才子家园。好，是不是合照一下？来，美女们来靠近哦，恐龙，你们在两边哦，两边哦，陪衬一下我们的画面。另外，那只恐龙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站过来。好，来，我们摆开大阵仗哦，秀出你们手上的精致礼物，看我们的摄影师帅哥，我们一起来合照，做一个最棒的纪念。来 ，OK 吗，摄影师们 ？OK 哦，好的，谢谢我们的众美女，邀请美女们回座，谢谢。好，那么当然有美女的画面啊，我们也要顾虑到帅哥们。赶紧把我们的花椰菜准备过来。